会抓到脚。哎，那个脚无所谓，不会拍到。你让它就是正对着那个前面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画质？怎么烂成这样？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酷？预览可以选画质吗？刚刚已经在上面选5.7了。嗯。因为我不太印象上次用那个做的时候，上次我没有看，我只有在上次 test 的时候做看。就是美好的时候。我这个要两个人一起，还要进馆，有点像傻。要好多人一起，不然觉得好傻。毕业照，这是面线。还是后期直接选那个模式就可以了，但是它上面的延时摄影模式又是拿来干嘛？我感觉拍不拍得到那个图书馆。天哪，我感觉特别喜欢这个面。它现在是一直在录的，然后我看哪。你快考这个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再给我当机。你刚刚闪了，这闪就是扔过。你快点吃。没举着我，我只愿意这么扔。行，你先吃吧，吃着吧。这显得我很心虚。慢慢吃，没有人催你。Thank you.